今天不是清明节放假吗？小长假。哼，汉语，英文，显示繁体中文，简体中文，简体啊，才大一，好年轻啊！字幕开，耳机。是的，我刚刚到。这实体版的受疫情影响，发货慢。最高亮度就这样，最低亮度可以稍微暗一点，最低亮度可以稍微亮一点，整体亮度。这样，左边隐约能看到一点东西。特殊服装，控制设置，A 型，R2 攻击，L2 瞄准，可以。L1 切换弹药，R1 闪避，后夹叉是转向。摇杆按下是奔跑，切换吧。指令输入这个 QTE 就是按住就行，不要连点。返回，哎，自动装填，瞄准线的速度。辅助就不开了。调整通过目标时的瞄准线速度，不太看得懂。视角瞄准反，不要反。瞄准的时候，操！RENET 连不上，没关系。瞄准的时候稍微低一点。视野高一点，音频，昨天的生化三通关了，通关了以后就会到货，果然到货，G 二。默认的这个经典，第一遍还是用默认的吧。卡洛斯这个经典，他妈连头发型都变了。卡洛斯以前还不是这样的头发，还要再怂的高一点。第一遍就不换衣服了，新游戏吧。标准模式，专家敌人更强，制作弹药会获得较少。第一次玩还是标准吧，是连不上网，一直弹。看 opening CG，专家不是专家，后面还有，怎么那么烦？将暂停传说。应该不要再调，再那个，再出现了。使用了真人饰演吗？
会有录播，专家上面还有噩梦地狱。CDC is quarantining the lower midwestern region of the U.S. Commitment, honesty, integrity. These are the. 现在我没有开。开翻墙，也没有开加速，默认裸连，连不上也正常。It's this foundation.That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brighter future for all of us. JJ, 这个核磁动力心脏。Code name Nemesis， 这是基尔。基尔还有心思睡觉，缓用室赶紧跑了。这个应该不是一两天时间，这个缓用室全军覆没，应该还有那么至少一周时间吧。他没有跑，坚守武汉。到操作部分了吗？电视花屏，我操！现在这个98年电视还真是98年的电视，窗也不关。视角好像稍微转的有点快。那这边 The Daily Raccoon， 莱肯日报，他还开着这种电扇，这好像是通用电器。这个在我外公家还有这样的电器，中间有个极翼，然后那个转起来有一股煤油味儿。是的，电暖片。吉尔一个人在家里研究着，这是什么？安妮铂金 umbrella。这里还可以看到 Raccoon City 的地图哎。赶紧把它背下来。Stars Member， 吉尔好像是个处理爆破物的专家，但他战斗这个水平应该一般般吧，没有克里斯强。克里斯是空军，至少是军队出来的。Electrical Substation， 电站。Redstone Street Station， 红石街站，这是什么东西 ？Raccoon Police Department， 这个 Raccoon Police Department，RPD 警察局，警察局连出来。哟操，这个还是未高清化的这个照片呢，这个。啊，这个上面有点看不太清楚。RPD 正门好像是。啊，这张连出去是啥？中西部的一个小镇。这个规模应该还可以了。床头。写流行乐海报，这是吉尔的那个帽子。警车为什么要放警车模型？仙人掌，这是啥玩意儿 ？Unnerving Combat。
是的，今天盘到了就赶紧播。哟操，还闪电了 CD 机。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标准的美式炉灶，上面是那个煤气炉，下面是那个烤箱一体的，然后没有洗碗机，冰箱上全是贴纸 Raccoon Boom， 我需要这个东西，对，就是这个东西会打出那个会 Boom 的这个东西，这个好像通关可以买的。浣熊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比萨披萨，这衣服衣柜能开吗？好像不行。水龙头没关。不节约用水。吉尔，这个去了阳馆以后没有尸变，实在太神奇了，肯定是绿草吃的比较多的原因。的初见，哦，醒过来了，在做梦。27号，刚好，就是现在是28号，27号已经划掉了，9月28号。这是。Three more days。还有3天。他为什么要坚持到这个8月底？啊，9月底。计划就是10月1号，走人嘛。原来吉尔的报告，保护伞公司被停止，哦，被停职了，作为 STARS 警官最后的工作。不能传播，不能排除有线人传人。事件的幸存者尚未出现感染症状，无法确定是病毒潜伏期长还是碰巧，不可能那么多人都有抵抗力吧。调查笔记，保护伞公司，阳馆事件，阿克雷山区，这个好像已经是不是那个是哪个月的？是9月的吗？有点忘了，好像不是9月。那他停职有一段时间了。浣熊是领导阶层是共谋关系。他是这个莱肯市就是保护伞公司出资啊，资本主义社会嘛，政府和大企业总归是捆绑的利益。对，我记得不是九月，是之前那个7月还是8月，忘了。这是早上还是晚上？晚上。为什么看屋里感觉是？文件很多，未封的信，他帮人把自己困在家里。艾隆斯手下，艾隆斯是警察局长。他被隔离观察。5天，趁着夜色出逃。他要寄给谁这个信？
披萨，同事发来的信，吉尔瓦伦丁。真是太混账了，七月啊，七月回来的话应该发个勋章。Bread, oh, bread. 克里斯怎么跑出去的？不知道，克里斯好像就直接去欧洲了。哎，听说你打开离开幻影室。伙伴们 ，Bread。Brad 没有被停止吗 ？Brad 也是 Stars 成员啊，可能他不是那么激进，像克里斯吉尔这种比较激进。之前有一张那个宣传画，当时老生化的宣传画是吉尔和克里斯拍着桌子，在跟局长克里斯吉尔拍桌子，在跟局长吵架。局长一脸无可奉告的样子，不过那时候应该没有那么这么先进的这个红绿灯的感应，这次没滴血。比较敬业。晚上八点。Look at that. Hello? Jill, are you okay? Brad, is that you? Listen, you gotta get out of ther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have time to explain. You gotta get out of there right now. All right, let me grab my. 追追直接破门了，那么屌。枪没拿好像。是 Doors， 他好像不有错，反应有点快的。确实别人家这好像是，开场还挺刺激的，这改的，哇，出事儿了呀这。有贴黄条的地方都是可以爬的。哇、哦，从天而降的猛男！上来直接五胜了，哦呦！原版追追打了也掉装备，是的，但掉了装备也就那样，总觉得有点不划算。我操，这个抓的这么稳呢？这样很烫的，这个地方不可能待着，离火大概五米左右就已经超烫了。暂停菜单。啊，这是 CG。我操！他为什么要扛着这块板呀？我没看懂。嗯？怎么？我操！天助我也！混凝土楼板塌方了。
哦，从这儿开始吗？逃离小镇，初次逃毒。我操，Brad，你居然知道我从这儿出来。You okay? What was that thing? Damned if I know. But right now it's got a hard on for the only two stars left in town, you and me. I'm not sticking around. Just look around you. The longer we wait, the more screwed we are. How did this all happen so fast? I don't know. One fucked up thing always leads to another. It's like Arclay on steroids. Brad，你也有今天。嗯，这个开场做得不错。Brad， here they come！ 为什么老弹出来这个暂停菜单？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好歹让追追干死 Brad 吧！啊，枪没弹，捡了一把枪。你来看一下，后面挡不住了呀。打个卵，五发子弹走了。可以钻过去。哦，这儿。You down there? Get to the parking garage room. Parking garage, got it. 好像虽然提示按圈，但是我按叉它也能开门。哦，这是这个大胖子。Don't come any closer. 他躲在那个，躲在那个车库里。I'm not going out there. The parking garage isn't far. I can. The only safe place is here. 吓不跑呀？他也不说要不要你跟我一起来，他还不要。行吧，不要就不要了。希望他能留下两份 A， 两份 B。上个蛋，是那个男人。前往屋顶，我操！不要这样，蹭过去，蹭过去。不知道，啊，是吗？对那男人开枪还有剧情，有没有那么闲？啊，子弹还是挺少的。阿良良好，这种时候还坐电梯。回去以后可以看到好多丧尸在吃他尸体，一堆花花肠子，不过那个时候分辨率也就那样。好玩啊，这直升机我看要玩，直接一发 RPG 了，还给我们一点希望。那是啥？是我看花眼了。
没事没事，他会等我们。要刷 PG 了 ，Oh shit！ 咚咚咚咚咚，老哥出来。这个时候躲到车里不是一个明智的，别去直接撞吗？被拖出来哦。卧槽，这是五楼还是六楼来着？你没死啊？安全带好像都没系。这车应该没气囊了。哇，复仇女神魄力太强了，地板都着火了，这个时候皮肤应该已经烧伤了。我也操，躲火箭还行。我还有一发，太贵了，烧伤攻击减半，是的，但是追追可以龙武。I think we're in the clear. Hope so. 普京云。We've been bringing survivors here. 何润东。Here where? My guys have converted some subway cars into a shelter. It's safe. I'm fine.Personal space, okay, I get it. Let's go. 卡罗斯好像是南美的。Oh, come on. Who's the dipshit to close this? Sorry, we're gonna have to go around. Hey,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at monster? Nothing.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But it's no zombie. It knows what it wants and won't stop till it gets it. Don't you like that in a man? No thanks. He's all yours.Promise you're in good hands. I'm with the Umbrella Biohazard Countermeasure Service. UBCS for short. 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You guys are the ones who caused all of this.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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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不要对空气讲话。You don't have to trust me, but I'm going to the shelter. You coming? 不能举枪。It's this way. 哎，这好像是呵呵那个泡泡龙的游戏。哦 ，demo 到了。Hey Captain, this fine young lady could use our help. Carlos, you didn't even think to ask fine young lady your name.She is an elite operative of RPD, Special Tactics and Rescue Service. Her name is something Valentine. It's Jill. Nice to meet you, Jill. I am UBCS Platoon Leader Mikhail Viktor. My team was sent here to rescue civilians. Right.How's that going for you? This city is completely cut off, isolated. Most of the 100,000 civilians will wind up dead. Correction, undead. My platoon has suffered serious losses. Just keeping them alive is more than I can manage. Well, you can thank your corporate overlords for that. Yes. Well, we are doing all we can.
If we can get this subway train moving, we can evacuate some survivors. But we need help. My men cannot do this alone. 他的 man 只有一个人。All right. I'm in. But I am on their side, not yours. Oh, hey. It's cool. We all want the same thing.Thank you, Jill. All right, Super Cop. Here you go. We can use this to stay in contact. I know what a radio is. Okay, first things first. 第一次上地铁的话，第一次上地铁应该是，在原版游戏可能有，就是普通速度。不是很熟练的那种玩家的话，大概会要半个小时以上，因为你还要去趟警察局，拿到开锁铁丝，然后路过停车场、餐厅、报社这两个场景，然后拿到市政厅的两块宝石，穿过市政厅才是列车。这里的话，一上来大概半小时不到，就可以进入地铁。当然，这个地铁和那个地铁肯定也不一样。好，接下来是 demo。移动几次会那个出硬直啊？三次。文件小报头条十人谋杀案袭击路人被吃掉了，谁会吃人呢？东西位置变了是吧？三代内容比较短嘛，所以他加塞了一个游戏，一共卖400，要不然他也不好意思直接这么短的游戏卖300。 Working on it.So what's the plan? The old tank's got me clearing the tracks. You might get in the subway. 没有专家，标准难度。And how do I do that? Let's start by restoring power. I'll navigate you to the substation once you hit the main road. Copy that. Let's do this fast. 火药，这火药是不是可以不带？基础化学，所有敌人两倍速是吗？那用无限火箭筒轰过去，无耻。哦，需要一把钥匙，这个没有。这个还是那个钟需要。也是需要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来，It almost looks like I could get this working if I plug in the right whatever it is. 插入正确的东西。打字机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吧？打字机这种东西，普通难度肯定是continue会自动存档来着。草药，红绿，绿绿。或者三绿，去酒吧喝杯酒。这个地铁站好像很挺像纽约那个。看一下箱子里有啥。是的，今天放假。箱子里啥也没有，空的。我存档不需要色带，存一下吧。地狱难度死了就从上一次存档开始吧，蓝草应该没了，估计。这个头
这个头。这段敌人配置应该是一样的。你操！哎，忘了是从那边门走了。日，好亏哟。这个门也需要开。哇操，那么多小钥匙吗？都是开锁铁丝。然后这边是个剪子，剪一些钱。这个应该不会行吧 ？Demo 那小浣熊什么的，我也没去收集。Carlos, I've reached the main avenue. Which way do I go? See a big transmission tower? That's the substation. You'll have to circle around through an alley to your right to get there. You mean the alley that's on fire? Maybe. Surely a tall drink of water like yourself could put out a few flames. Fuck you. Come out, come out.不过这样的话，后面打追追就会有点压力，因为提前炸掉。这里可以引一下吧。Demo 好像只玩了一遍，不太记得。是这个保险箱，密码是不是改了？药房老板日记，生发剂简直是爆款产品，卡洛斯用了以后变成爆炸头了。泳装女王，标准难度，弹药粉好像超标了。937937，哦，谢谢937，等我把人杀了再说。不能在他正面会被戳，死了吧，937啊。哎呀，这个好东西缩圈很快。这什么地方？格子又危机了。哦，是这个地方。那我相当于绕过了那个酒吧间，直接到这儿了。那想办法先干掉一点，清一清。缩圈，还是太快了，感觉转心。真他妈硬！
那边先不过去，先到这儿。这个油桶可以留一下，我觉得。哎呦！必杀彗星一击！哎呦操！你别晃了！没子弹、啊。嗯，菊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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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是不是黄了？哎呀，这个开不开啊？捡现钱在哪儿来着？得要闪了，子弹要这组合一下了。Pharmacy， 也没扑到，我知道你会起来那个。货柜可以绕一下，937在这儿，937 Aqua Q 啊，好草，这边出不去，是个死路。这个人，那个人，可以不过去的。绿草有吗？那边有棵绿草啊，是吗？这地方我暂时不想去，好像去了以后会拿水管。店里有个绿草、哦，有吗？我咋没看见呢？哦，看见了，谢谢，谢谢提醒。哎呦，被推倒了可还行？子弹时间我知道来着。好像为了绿草有点不划算。嗯，这个地方先不去，但刚才那个地方还没有探完，里面有个分岔路来着，是不是在触发那个水管的剧情，追追的剧情之前先多探一探。是从这儿上来，这边是这边上来的吧？下这边上面还没去过，天台有个啥？有丧尸，还有呢，有个油桶。要藏？哦，可以下去。就俩丧尸，也不给东西。啊，是吗？剧情改了。还守这儿，算了，绕路吧。然后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一群游荡丧尸。打一打。这个那么胖，居然不起来，这不合理。还不是很熟悉他这个转身的时机。好，就剩一个应该就比较好绕了，这个就不打了。怎么又黄了？刚才从这儿上去了，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哎，可真有东西。我们进店，手枪子弹，火药。两个高级火药会是啥？麦林吗？榴弹应该是组合不出来的。没有开锁铁丝，大部分的拿不下喽。调查，看上去就可以调查的样子。绿红和绿绿绿是一样的，绿绿要低一点，红宝石。哦，那就是哦，地铁站那个地方吧，是不是？这个音乐还挺经典的。利率是加一半啊，具体是不是一半过多一点还是一半少一点，我也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怎么算。好，存一下。甜甜圈店，等叮等。这店里有玩偶。藏在很阴骚的地方，算了，以后再收集吧。哎，不是这儿，不好意思。好，又回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们进去捡的这个，这老哥起来。别去惹他，没有错。散弹枪，剪断铁链，那我要捡些钱。嗯，基本上是初见。哎，都没有触发，紧的闪避。
哎呦，脖子扛过去的都是。别起来，别起来，别起来。这个也需要捡现钱。日了，不过格子倒是空出来了。这个又是开锁铁丝。这个门还没进去过。This must be the subway company's offices. 地铁办公室，这个也是开锁。哇操，这开锁铁丝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开不了。那个什么调慢一点，选项视野，也有一个查理玩偶是吗？哪儿呢？他这儿主要没开灯啊。哦，看到看到，这能不能用刀啊？耶，戳到了！是学徒，我终于完善了。顺丰快递还是很快的。哎，那捡现钱不在这儿，在哪儿呢？难道灭完火才有？这不对呀！怎么什么时候被魔改成这样？这和 demo 不一样。妈个鸡！那我不管，先去灭火了。这边也是捡现钱，有没有地图来着？文件，地图。还标记了没死化干净的，比如说铁链锁住的门，简易锁。红石街站 Redstone， 哦，是这个意思。锁住的门，地铁控制室，简易锁，控制面板，简易锁，枪架。行吧，那几个其实可以不用打，是吧？哎，这儿有一个这家伙，我操！想阴我你？粉又满了，这个不是专家，是标准。这样的话，既然如此，那个我觉得就不用放了，这个散弹就不用带了。散弹枪反正子弹都还早。把绿草拿出来，手雷可能还是要用到的。车里有子弹是吗？车里有子弹，据说高火没有那么多。好好好，算是四舍五入算躲掉了。好像走错了，不是这个地方，是那个地方。风骚走位是这个车吗？是这个车。你怎么又来一个啊？就这个。
哪有警车里有子弹？没有子弹。尼玛！哦，这儿有子弹。回去是不是那个谁啊？追追来了，还没来。那就是灭火以后来。没有啊，就是这样的枪法。我经常玩第一人称射击，用手柄，基本上枪法和这持平，他不能动我才能打，他不乱动我就不能打。哎，哦，检验钱在这儿，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白给。那可以拿喷子去了。对，他要是凑上来的话，我就能打到他，他要是不凑上来，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才不开了。嗯，先拿检验钱去把刚才没开的那些门给开了，顺便要不核点子弹。这个超市是哎呦，你这给我这个东西，那我很难搞。地图，哦，这些房间还有东西，熟练的看了一下，哦，太好了，是吧，哈哈，好，熟练的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搜刮干净，直接走了。是不是可以回去先放两个宝石来着？算了，不打，宝石后面再放吧，反正那个宝石旁边就有箱子来着。对，玩具店那个门可以用那个铁丝，开锁铁丝。这个车里有子弹，哪个车里？啊，你是你记错了是吗？那我再信你一次。这个车里有子弹。啊，还真有，好。格，现在第一件事情是把包腾一腾，要去酒吧了。这叫什么 ？Moon's Donuts， 月亮甜甜圈。药可以吃掉，没事。甜甜圈店的左边也有是吗？我要看一下甜甜圈店左边。这他妈不是哦，这个警车，那这个警车现在过不去。下午好。
好，我们可以去这个 railway 了。railway 里有不少东西，都是需要捡现钱的。这老哥不知道死了没？这个是控制面板检验所，那就是这儿。看到老哥还是慌了一下。检验钱全部用光，应该就可以扔掉了。那我应该先把那个刚才拿到检验钱那个门先开开，这样就不用把检验钱带回去了。仙丹枪，仙丹枪很强的哦，虽然现在可能没有改装过，有点不太强，改装完以后就很强了。下午好、哦。你进来，我出去，可以了。没走错，没走错。油桶留着打追追吧。虽然不太清楚他会不会用到。这个估计要起来了。里面有个箱子。哎，我操！哎，为什么开不了门？正义的处决了。漂亮，爆头了！你也开不开这箱子？你说你守着箱子干啥？哎，死了！这个满了，满了的话吃个药吧。手雷，好，草药吃了好多。格子又满了，没关系，又可以疼了。你看，这不疼了吗？手雷要不要带一个？有点怕追追突然出现。这样摆不是很好看，这样摆。嗯，这样比较好看。把宝石用掉吗？格子就有了。哦，是吗？那现在把那两个宝石带走。好，是吧？那赶紧去用。老哥，没事没事没事。
哎哎，居然没躲过这个人，这是无论如何都可以闪掉的人。Nice， 一个手雷。改件儿。哎，还好，还是四个哥的，三个才有腰包啊。他没的，那我不是被骗了？上当了，是的。我有枪托也好。不是，老哥，你怎么守我呢？是的，是格子危机三。子弹快用完了，这个老哥是不是要起来来着？哎，这个老哥不起来。我只要过了这个门，他就不追了，好像他还待命去了。Nice， 是的。他有一个丧尸不追过界的判定，和生二不一样，生二丧尸会破门了。鸡好像很难受的样子。我下一点存吧。今天不上班。哎，操！我是跑错了。我为什么来这儿？吉尔气急败坏，妈的，怎么跑错了？有些门会破，大概是大区它不会换。奔跑速度减一，是这儿。这俩铁栅栏门看来差不多，很容易看错。这儿不破门了。哦，来来来，把这个剪了。就是在旁边。